我们将以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，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，每两年举办一次，轮流在中国和中亚国家举办。下次峰会将于2025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。我们将加快完善机制建设，在中国设立常设秘书处，以交通、经贸、投资与产业、农业、能源、海关、人文为优先方向，扎实高效推进六国全方位、深层次合作。